刚才有十秒钟是看是看对方发呆，这题要怎么画？你画好像哦。我画了一个橡皮擦超人，使出旋风拳。我画了一个橡皮擦超人，然后使出旋风斩。哎、欸，我们真的画得很像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两个画得都很像啊？为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午休风，今天又是来一分钟快画的时间了。根本不是什么你画我猜啊，上一次被巧克力骗了。对。哎、啊，说到巧克力。这一次请来的超强高手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月。那个上一次水平有点低，不好意思啊。对吗？这一次请到水平比较高超的来画。没有，这是你太抬举了。好，开始喽，计时了，5、4、3、2，开始。小脚拇指插进右边鼻孔。右左脚小拇指，这个好难哦。左脚是哪一个？好难过哦。这个好了，这是谁提的书？哦，皮弟，大声的讲出他的名字。谁在？我都不知道我画的是左脚还是右脚。不知道哎，这是左脚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这样子是右边鼻孔吗？你好像左边鼻孔。欸、是左边鼻孔哎、欸。我们是右边鼻孔，反光。哦，其实我不太会画镜像。那个，这是我画的啦，右边鼻孔有没有？那个，小叶你插到左边鼻孔去了。我其实我不太会看镜像哎。你插到左边鼻孔去了。我画插到左边鼻孔了，怎么办？他是说左脚小拇指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画成右脚了。左脚小拇指。所以你画成右脚呢？我插进左边鼻孔。有够难的，谁出的？再说一次，谁出的？我出的吗？你很难耶。下一题啊，下一题、啊。准备了，准备了。什么？一起喝没有米的小米酒。然后那个鸡开始。可是小米酒本来就没有米在里面啊。5、4、3，开始。你为什么要找他来出？好烂，嫌东嫌西。停手，停手。有，我停了，我停了。来了。好难哦、喔。是小米，你画小鸡干嘛？不是，我是米酒。啊？没有小米的小米酒，所以就是酒。那这个是什么？是锅子啊，要煮菜啊。里面是什么鸡？对啊，鸡啊，麻油鸡，炖酒鸡，可以吗？好烂、喔，好烂、喔。那你解释一下你的什么？我的是两个人一起喝 no meat 的。哎、欸，你这不是作弊吗？我走。哎、欸，这不是作弊吗？我觉得这样不行，就写字要对。那写我写字，我把题目整个写下去，一起喝没有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写，然后再写一个 no 好了 no， 然后这样子，两个喝醉了。好了，勉强了。哎、欸，我还把神鱼画喝醉的神鱼画，也像不大掉了。直接进入业配主题。我们十秒钟就在这边互相看着发呆哎。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写，你知道吗？3、2，好难哦。1，先到。先到、哦。哎、欸，我们刚才有十秒钟是看是互相看对方发呆，这题要怎么画？画、欸、好像哦。我看一下我的业配文，就是一个电脑，然后发文旁边底赞赞赞赞赞赞赞，然后我还拿着一个合约书。我。你的。我的是一个实况组在 live 直播，然后有钱。这题太难了，这题要怎么画？人家以为实况组赚很多钱。这题很难画哎，你要怎么画？进入业配主题啊？我怎么知道？问皮弟啊。直接问皮弟功课。等下就要来画一题这个。超级无敌旋风威能橡皮擦。什么啊？开始计时哦。什么鬼东西啊？3、2。哎、欸，你跟我一样都画超人呢、欸！哎、欸，你跟我一样都画超人呢、欸！我看先看一下我的，我画了一个橡皮擦超人，那使出旋风拳。我画了一个橡皮擦超人，然后使出旋风斩。神奇！我再看一眼，你使出旋风斩。他转圈圈了。你们没有讲威能啊，旋风威能啊。谁威能？哎、欸，超人的还不够威吗？可是他只是
方块超人的，小安阳是橡皮擦超人。而且你看我连他那个有一个牌子不中。对啊，蓝色的那个牌子。蓝色对不对？我的橡皮擦超人呢？我已经尽力了。我也尽力了。我下一题，我下一题。而且这题让花了我好多水哦、喔。啊，是什么啊？要开始计时哦。好。我有健勇的腰骨。哎、欸，我们真的画得很像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两个画得都很像啊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样子哎、欸、不行哦，我们这样子不行哦。哎、欸，看一下我的。你们在影射谁？我不晓得，我这就是腰这边 biang biang 狗有没有很赞？ biang biang 狗有没有 biang biang 狗腰那边？你看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你看，我还把他的龙骨画出来。你好神哦！你好，把他的龙骨。加一分耶！看龙骨有没有看到？真的好神哦！哎、欸，你这水平真的不是。不是常人可以比拟的，六个，六个，可怕的是，而且为什么我们都画？对啊，我们都画蘑菇。而且我们上半身都没穿衣服，哎，好扯。我们都在影射谁？你们导师的交代。哎，其实为什么我们打开的时候觉得都画得好像？我们有两题都画得很像，为什么啊？好了，下一题啊，下一题啊。鼻毛外翻 ，Q 卷卷，开始哦。什么啊？差不多了，真的假的？还有十秒，还有十秒，好，最后一次。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我们画的真的太像了。好了，时间到了。哎、欸，我们两个真的画得很像哎、欸。你去给观众看一下你的。好，我的是这样子，就是。真的太像了。鼻毛外翻 Q 卷卷，这是他的鼻毛 Q 卷卷有没有 ？Q 卷卷，然后风的，这我的，你不觉得我们两个画的超像的吗？鼻毛外翻 Q 卷卷，你们是同学吗？而且我们绝对没有在影射谁，我们是不是同一个班级出来的？那个不好，这是什么？指甲内凹会闭切，那个闭切什么意思？分叉，开始计时哦。啊？啊、已经开始了。对，指甲内凹会闭切。你这怎么那么奇怪？你这是什么东西？指甲要内凹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人有没有？人伸出手，然后这是他的指甲，他往内凹，然后还分叉。闭切有没有分叉？有没有分开来了？有没有每一只手都分叉？五根手指头都分叉。我的是脚趾头内凹，然后闭切，然后裂开了。然后他这边是说你要注意这个地方。这只是感觉很像灰指甲而已啊，没有闭切啊。因为闭切，我只想要到灰指甲蛋嘎。我脚的闭切分叉有没有？你那个哪个分叉？你那是那个吧造型？这里有没有分开来了？你这是水晶指甲吧？水晶指甲嘞，告诉我什么叫做指甲内凹？对，什么叫闭切？指甲内凹就被压到啊，然后它就裂两半了啊。那就是我刚画那样啊。你那个不是，那是灰指甲。那我的嘞？你那个就像是那一条条金鱼在那边翻尾巴这样。算下一次。那个他输的。观众爱说你都不理我。好了，开始计时哦。时间到。哎、欸，我们画的太像了吧？两位是。你解释一下你在画什么？我要解释。这个就是在 Twitch 开台，然后观众就说你都不理我，然后就是一个爱心，然后被换掉。然后你看这边有人数87。这是我画的，我画的是那个，这里是聊天室嘛，聊天室的人都在哭。然后下面的实况组在那边谈情说爱，就都没有理观众，因为观众都在哭了，都在谈情说爱。你的意境不错哦，抽风了比较好。你的意境不错，87，人数87有没有？87。你只是想说87，你只是想说87而已。我很帅，你要跟我做朋友，开始。其
请问哪里帅了？请问你是不是有在表谁啊？你在旁边画的什么？你知道，因为这题叫我很帅，你要跟我做朋友。然后我们都知道网络上有一个人就是接到一通电话嘛，他们说什么我很帅，你要跟我做朋友。那、啊、这个是不是鲶鱼啊？然后他在讲电话。我靠！对，就是鲶鱼，然后就是一个男人。看一下我帅相。看我很帅。我觉得秋风意境比较深哎。我很帅，然后很多人冲过来，然后跟我要LINE。欸、我很帅，跟我做朋友。鲶鱼，然后一个男的，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事，好不好？不知道啊，你以为什么？这怎么会不知道？那个，鲶鱼哦，你学个鲶鱼叫给我听听呢、啊。是的、啊，我的意境比较深远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好了，我们终于到最后一题了。哦，终于到最后一题了，终于可以摆脱这些题目了吗？对，要不然谁出的吼？在那边。而且我们刚刚讲，我发现他很喜欢出器官闪、欸、到腰，闪到右背夹到手指头，开始关我屁事，开始开始。三二一，真的。你看他的腰闪到了，然后手指头还被那个捕鼠夹找到，那个捕兽夹。我的是他的腰闪到他的，你看两个分解，要两个啊，手指头被门夹到了。我龙骨分解都画得很清楚哎，可是你们画反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你是另外一边被夹到也可以啊。我比较狠的，我还用捕兽夹夹他哎、欸。我比较好，我还用那个。你还夹门而已、欸。可是我你看我的用过分解的流。我觉得那个小印的绘画，他的功力真的很棒哎、欸，跟我上一次请来那个不晓得是谁。你说巧克力吗？对啊，那个差别好大哦、喔。那你下一次会想要请谁？下一次那个为了看观众好了，那个为了增加我台的知识水准。我应该要你可以找 PD 啊，他刚出了那么多题目。对啊，好不好可以哦。PD 有没有兴趣来一场啊？没有兴趣啦，你在偷瞄我。下集再会了，拜拜。